用啥中西红柿煎蛋呢？还是用土种中式煎蛋？其实有一样啊，土壤呢哈保水保肥啊，所以说呢，你呢这个时候你那个浇水频率要长一些，就好几天不浇。沙子呢不保水不保肥，所以要经常浇啊。无土栽培和沙培呢，基本原理一样，施肥方法也一样啊。但是呢，那是因为沙子吧不保水，所以要经常浇啊就可以了。啊，所以现在沙培呢哈，从来不是有机肥，从来也不翻地。我们土壤栽培呢，你只要做的会配肥了，也可以，啊，永远不是有机肥啊。然后呢，你只会跟上土壤了，土壤透气了，你也可以不翻地。所以说呢，你不管做无土栽培或做沙培，技术是一样的，作用都相同的啊。你只要会做沙培了，你也会做土壤栽培。